男大生酒驾喝懵了，又逆向蛇行横冲直撞，车子开向安全岛，撞车还不停，又失控往前冲，女骑士迎面骑来，砰的一声被撞上，整个人被抛飞腾空转三圈，重摔翻滚倒地后再也没起来。我有看你这样子男大生发现撞到人，赶紧下车查看，弯腰看了倒在地上的妇人，才知道自己闯大祸。附近住户听到巨响冲出来，吓得报警。你下来破几条啊？他冰过来，因为刹车来不及嘛。他勒了安全岛啊！哎，他多比较多嘛，安全比较短，都是懂的啊。肇事的男大生酒测值0.59，他酒驾连撞三骑士，酿成一死两伤。首当其冲被撞飞的妇人伤重不治，另外两名男骑士分别受到轻重伤。高雄这名男大生凌晨酒驾，开着百万宾士车逆向行驶，弯入左转车道后，先撞安全岛，又蛇行冲向机车道，像打保龄球般连撞三车，撞人后还找妈妈帮忙善后。撞到三个人呢，那你现在质疑我们的身份？你们还没当人家父母，你不找人家心怎么过的？你不要动手，你不要动手。少女母亲第一时间到场，没关心死伤者情况，而是阻挡媒体拍摄，一心护着儿子，冲着镜头讲的振振有词。你知道你儿子酒驾吗？你知道被撞那个可能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承担后果好不好？儿子闯祸闹出人命，但宝贵生命无法相抵，这句承担在死者家属听来格外刺耳。记者郭振刘青高雄报道。